糟糕，糟糕！大家都变得好奇怪啊。惨了，那个叫尼波的家伙让我的伙伴们陷入了疯狂，他们竟然直接进去里面了。那个叫尼波的家伙在搞什么鬼啊？在南边小房间的人类跟他是同伙吗？好久不见，你果然来了。你来这里也是想了解发生的这场异变，对吧？毕竟这里也有能够改变世界的力量呢。对不起，在你救了我之后，我却突然消失，但那是我的神所做的事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我在方尖碑被冰川利用后，失去了不少力量。但是多亏你救了我，然后被我的神保护之后，我的力量恢复了不少。现在就算冰川找上门，应该也没办法随意使唤我。我不会让冰川创造世界的，它所创造的只是个毫无波澜、只有时间在流动的世界。不，那连世界都称不上，只是个失去力量的空间。我才不会允许世界重生后变成那副模样。作为一名让世界重生的人，我有责任创造世界。哪怕这样会让世界陷入混沌，也不能让冰川创造世界。但是现在的我并没有创世所需的真理。虽然神降临了，并且拯救了我，但他还没有授予我真理。关于在这里发生的变异，那是因为这里的八旬神犁造成的。八旬神犁是充满祸灵的灵石，据说会给予持有者加护。这件事传了出去，导致各式各样的人前来争夺。比起灵石中的祸灵，我更想要他另一个力量，也就是能操控神的力量。只要有那个力量，我想我的神就会授予我真理了。八旬神犁现在在某个人的手上，虽然我不确定是谁，但我能感觉到有股相当凶恶的力量。没错，是现在的我很难战胜的一股既强大又邪恶的力量。但是我认为你能战胜它。我可以把灵石的祸灵力量给你，但能不能把灵石本体给我呢？拜托你了，去帮我把八旬神犁拿来。我考虑一下。如果你还很犹豫的话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但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能依靠的只有你。就算你拒绝，我也只能相信你。你没办法进到公园里，对吧？用这个吧，这是我之前一直带在身上的东西。获得了代代木公园的钥匙。至于会有什么结果，我只能相信你，等你回来了。那就这样咯，棕龙同学，我会在这里等你的。真要命，客人这么多，烦死了。连你也来了，明明不来就没事了。不论是谁，还真的都上钩了呢。不过这个祸灵是老子的东西，刚才也有个丫头过来过，我轻轻松松就把她赶跑了，还给她吃了不少苦头。嘿嘿嘿，我之前有说过吧，我是不会被恶魔使唤的。没错，我要利用这些祸灵来使唤恶魔，而且还要操控超级强的家伙。恶魔的身体呀，想必会是个很棒的皮衣。
你和传言所说的一模一样，真是个怪物。用了那么多的霍灵进行召唤，结果却是这个样子。开什么玩笑？我要把所有艾希的家伙通通杀光。为什么会被这种家伙给……众龙获得了八旬神力，八旬神力好像因为失去霍灵而丧失力量了。哎呀，我做了些什么事啊？啊，是梦啊，好像做了一场奇怪的梦。我在梦中好像变成坏坏的恶魔了哦。不，那并不是梦。一切都是逆波所造成的。看来我们遭到逆波诅咒，因而失去了自我，犯下了各种暴行。众龙，请您原谅我们失礼的行径。这个八旬神力就献给您吧，这是您救了我们的谢礼。这么说来，在我们被诅咒前，有位人类少女来过这里。那位少女遭到逆波严刑拷打，她拖着浑身是伤的身体离开了这里。但是我感觉到她心中有一股邪恶的力量，那股力量甚至比逆波还要强大可怕。那名少女可能并非等闲之辈。没什么，抱歉让您听这么无聊的话题，那么我们就此告退。我们打从心底深深感谢您，还请您好好运用八旬神力。你果然回来了，相信你真是太好了。我有感觉到邪恶的气息正在逐渐消失，看来你把八旬神力弄到手了呢。八旬神力的霍灵已经被用光了，这对你来说已经不需要了，我可以收下吧。这样就能离我的世界更近了，我的神一定会授予我真理。自由即是可见地狱之悬崖，遮蔽死亡之山谷，前方等待的乃坟墓之胜利。男人啊，无关汝之心。名为自由的愚者啊，汝将会为了此名疾病缠身，身负苦痛，且必须承受无尽的谩骂。汝惧怕苦痛吗？惧怕耻辱吗？这到底该选惧怕还是不惧怕呢？害怕吧。生名为自由的愚者啊，汝将会为了此名众叛亲离，屡遭佛敌，且被晦暗的败北笼罩。汝惧怕欺骗吗？汝惧怕灾祸吗？害怕。男人啊，游遍四方吧，众多的力量正打算创造自己的世界，若置之不理，汝便无自己的世界。竞争或者共生，汝之世界将会诞生。届时，哦，时代出现了一股力量，吾欲再次成为创世主之力量，与此女同在。让自己获得自由吧，此乃吾之真理。亚拉迪亚之神，您还不愿授予我真理吗？我是不是有哪里不足？我要走了，就算待在这里也无法创世。什么样的世界即将被创造，并且会由谁来创造，我必须亲眼见证才行。谢谢你了，众龙同学，下次再见吧。
哟，钟龙，戴莱姆公园的骚动似乎平息了呢。各式各样的家伙会引起各式各样的行动，说不定世界末日意外的很快就来了。永那家伙已经被阿玛拉经络吞噬了吗？完全感受不到他的气息了。不过这就代表他什么也没办到吧。话说回来，池袋那边似乎有诡异的动静，听说是牛头天王复活什么的，但我认为都毁坏成那样了，应该不可能复活。算了，只要我得到阿玛拉，一切都会尘埃落定。我会继续调查阿玛拉，就差一点了，你就去看一看微微话题的池袋现况如何。女人啊，你为何造访此地？又是为何心怀愤怒？我感受到的力量就是你吗？是吗？原来你没有被毁灭，是你在呼唤我吗？牛头天王，掉入虚无机构的圈套后，吾之身仅能飘荡于虚空，然而吾未有片刻忘却此生的愤怒。我渴望着力量，却始终没有得到。无论接受什么样的试炼，受到什么样的伤害，我的真理都不会改变。但这样下去，我所背负的真理将会失去力量，变得毫无意义。女人啊，以你之身接受吾之力吧。吾昔日曾为了守护世界与极尽之徒争斗，然而吾等真正应成就之事乃复兴力之国。话虽如此，即便有再多力量，以雕像之躯便无法达成。但倘若吾为人身，倘若为拥有真理之身，答案定当不同。如果你的力量能让我变强，能够创造世界的话，你所诉之真理，亦为吾等力之国的形态之一。吾要将最后之力托付于你，女人啊，接受吾之力吧，成为引导恶魔之力的魔臣吧。变成寄生兽了。好热，手好像要烧起来似的。你看，钟龙，很美吧？拥有力量的人真的很美。我获得能替自己开辟道路的力量。啊，我能看见那些渴求圆的强大恶魔，
正在朝此地聚集。用只手的话，应该就能掌握住。理想之国，我理想的世界。呵呵呵，啊啊啊啊！哟，钟龙，池袋那边现在不得了了吧？没死成的牛头天王复活了，希望别来碍事就好。我可是什么都知道，因为我获得了一切。这个终端机会用阿玛拉的力量告诉我任何事情。好比说，涡旋界目前正在发生的事，像是冰川为了寻求失去的霍林而前往，还有像是名叫千金的丫头获得了牛头天王的力量，还有像是有大量的霍灵沉睡在被遗忘的神殿中，还有像是四人们追求真理的圣地玉传带，还有涡旋界的调查结束了，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调查了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世界，所以应该让我来才对。将要创造世界的人是我，不是冰川，不是老师，也不是你，由我本人把世界，把我自己，把一切都重新创造。来了，是勇。要是这家伙去死就好了，谁要把阿玛拉的力量交给你？什么？打算把我拖进去吗？哇！圣被吸入了阿玛拉经络，要用终端机去追圣吗？追！钟龙使用了终端机，喂喂，钟龙，你怎么会特地跑来这种地方？是为了见我才远道而来的吗？还是说是因为担心那家伙才追来的？真是，到底要选什么呢？因为担心胜。选哪边好像都不对。但是因为是圣被吸走，所以才来的，所以应该还是担心圣吧？是吗？是这样啊。你的烂好人个性还是没有变呢，钟龙。不过我劝你还是学一下怎么怀疑人吧。我这么说可是为你好。不过迟钝到没有察觉，这或许就是你的优点吧。你想知道的话，就穿过这个回廊到前面的阿玛拉神殿吧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告诉你那个男人的计划什么，还有他利用你的原因。勇从他站的地方消失了。听到了勇的声音。你就这样大摇大摆的来了，真是个爱管闲事的家伙。算了，既然你都来到这里了，我就不阻止你了，要来就来吧。你先穿过这道门吧。
我在调查经络的时候，发现了这座被人遗忘的神殿。这里累积了数量庞大的祸灵，但是却有不知从何处漂流过来的三尊异邦神明在此定居，导致任何人都没办法动用祸灵。言归正传，你如果想要救这个男人，就去打倒那三尊神。如果你办得到的话，我就让你进入我们所在的中枢，你就好好加油吧。听到了勇的声音，呵呵，你还真的全部都打倒了。明明你这么做又拿不到什么好处，你这样被利用来利用去的真的好吗？这拿你没办法，这是约定，我就让你进中枢吧。你到外面来看看。钟龙，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一切的真相吧，包括世界的真相，还有劫为什么是对的。来，进来吧。这是最后的工作了，再努力一下了。等这桩工作结束，你爱怎么休息都可以。真是的，霍林弄得我全身发痒，真叫人干不下去。真想快点结束这愚蠢的工作，然后抽根烟开心一下。反正你们本来就会被人利用，或许会有点痛苦，但就麻烦你们了。辛苦了，钟龙，托你的福，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因为你，我得到了异神们身上持有的祸灵。有这么多祸灵的话，就能开启劫的真理。朱之勇，你还想装好人吗？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，又够烂好人的。明明原本要被挂在那里的人，很可能就是你。听好了，想出这种好方法的人可不是我，而是那家伙。不过他原本打如意算盘是自己当收集祸灵的一方，然后打算把我们其中一人挂在那个地方。我只是思考过这个方法，但实际上不见得会这么做哦。你肯定会做，这里就是这样的世界，人类的性命没什么意义，这可是你说过的话哦。反正不管我说什么，听起来都像在找借口，不是吗？那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为了将想要的东西拿到手，势必得抛弃许多东西，势必得抛弃许多事物。我也是一路这样走来的，你就走你想走的路吧。不过你将会付出很多代价，你可别忘了这点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照我想做的去做，因为支配这里的人可是我。你看好了，钟龙。这就是忤逆伟大的阿玛拉统治者勇大人的家伙的最后下场。那么永别了，你就去尽情的休息吧。哈哈哈，你好好加油吧。太棒了，有这么多的祸灵，应该就不用担心了。我的守护将从经络前方的深处
无限阿玛拉来到这里。在那个地方的是脱离了时间洪流，甚至连名字都失去的存在。没错，那家伙是支配着绝对孤独的神。不过没有名字的话挺不方便的，我想想漂流之神就取名为诺亚吧。现身吧，诺亚。听到了勇的声音，怎么样，钟龙？这就是我的神，很厉害吧？这么一来，很快的就能打造结的世界，所有人都不会彼此互相干涉，一个全新的幸福世界。就如同那位大人所说的，终于有一个真理被开启了。无需担心，千金大人已经采取行动了，引导我们的猿的守护降临于浅草的时刻也即将到来。那么我们也尽快动身吧，我们得去制裁那些愚蠢的家伙。恶魔们不见了。是个女的，有个像恶魔的女人跑来抢住我们的货物。那个女人说，泥人偶是没有办法开启真理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个女的到了下面，抵达我们的圣地。泰尔先生他追着那个女的，我听说有个没看过的恶魔才过来看看，这不是人修罗吗？竟然能够来到这里，不愧是千金大人赏识的对象。看来您跟那些嘴上嚷嚷要创世的泥人偶不是同一个等级。那些泥人偶所提倡的世界真是令人由衷作呕，只会扯优秀人士的后腿，彼此分享平凡微小幸福的世界，这对我们猿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。没有错，这种不良的平等主义必须在它开始蔓延之前斩草除根。难道您不这么想吗？我不这么想。难道你对那些泥人偶有怜悯之心？算了，那也没关系。等解决掉那些泥人偶，千金大人就会让猿的守护降世。只要目睹他庄严的姿态，你的想法应该也会改变。那么再会了，恶魔们离开了。你们这些得意忘形的泥人偶，搞错了自己出生的意义。通通给我回归尘土吧！明明那么弱，却盼着命想活下去呢，做着想要变强的梦，这就是你们的罪过。帮帮我们，王！要是不阻止这个女人，我们会被她屠杀殆尽的。哎呀，钟楼同学，
你不会助纣为虐对吧？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人。你拥有普通的恶魔没有的心，没错吧？你没办法了解缘的真理，你输给了弱者的迷惑，自己斩断了通往强者和优秀之人生存的美好世界之路。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那样？你一定还不明白吧？你也是不被需要的，仅此而已，永别了。没有像那些泥人偶一样轻易的死去，这家伙真了不起，不过已经没有办法能阻止我了。他们居然收集到了这么多火灵，明明泥人偶是不可能开启真理的。不，这些一定是为了我而准备的，只要使用这里的火灵，一定就能开启我的真理。此乃魂匣，木棉垂兮，江陵夺兮，玉魂归兮，归天神灵，即刻降临。吾已降临，为回应此女之愿，将会创造缘之国。吾乃巴利神之化身，乃统治霸权并赐予荣华者。吾知晓仇恨之力的诞生，一己已陷于伤亡，一者已陷于伤亡，另一者哦，如今正于银座蠢蠢欲动。吾亦将即刻去创建美丽之国。陷入迷途之人，听好了，汝最好尽速离去。此处为汝等虚无机构所统治的霍灵殿堂，不久之后守护就会降临，而真理也即将被开启。如果汝不离去，就要付出汝的性命作为代价。快离开吧，陷入迷途之人。听不到声音了。哦，人修罗啊，恶魔啊，你踏入了吾的法庭。吾乃奉弥勒预言为归西，并监督其成就的大法官。尊龙啊，吾在此弹劾你，如弥勒预言所说，真理会依序出现，而这涡旋界也即将迎来创世的时刻。只要新的世界能被创造出来，无论是依据哪个真理，都是令人由衷欢喜的事。
然而此时此刻，你身为恶魔却妄想要进行创世，对吧？万万不可，以恶魔之身行创世之时，这罪无可赦。做好觉悟吧，钟龙。根据吾的职责，此时此刻吾将对你提出质疑。钟龙啊，你是否要承认自己就是恶魔？不，竟然否定了问题，你果然是会妨碍创世预言的人，那就饶不了你，接下吾的弹劾吧。啰嗦。哦，家具图啊，在此处现身的是步向毁灭之辈吗？或者是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就是因为自由只是徒有虚名的欲望，才会害世界堕落的。自由、可能性，如果你真的相信有这些东西，那为何还渴望创世？在过去的世界中，这些东西应该已经多到让人厌烦的程度了，那为何你在原本的世界却无法得到呢？这，你把学生送进来这件事也一样，你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期待他们能帮你去做你自己办不到的事吗？还是说你想让他们跟你一样品尝挫败的滋味？你知道你为什么无法开启真理吗？因为你只是想要逃避而已。你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自由吧？人之子啊，如所渴求之极，亦为自由。那副模样是异神亚拉迪亚吗？没想到你就是依附在幼子身上的神，但在这个结界中，你什么也办不到，就老老实实的看着我的守护神，我的守护降临吧。此地将灭亡，女人啊，与吾共赴全新之地吧。我不去，我不会去的。不阻止冰川的话，原本的世界还有新的世界都会死。女人啊，于彼处等待吧，唯有希望才是通往彼处之途径。真是可悲的人，被假神欺骗，最后还被抛弃了。这个空间很快就会被虚无吞噬，你就至少成为献给神的活祭品，完成自己的使命吧。什么人？哦，人修罗进到我的结界里了吗？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为什么要来到这里？但我没有要和你战斗的意思，你就安分的在那里看着吧。阻止冰川，我对你很失望，你居然会落入美人计的圈套。至今为止，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看来让你消失比较妥当。我忠诚的仆人萨麦尔会替我解决掉你的。萨麦尔也只能争取一点时间吗？你真是个不得了的怪物。
但已经太迟了，你阻止不了我的守护降临。看吧，我得到了伟大的虚无之神阿里曼的力量。我将在神的引导下创造新世界极境的王国，唯有我的力量才能达到永恒的繁荣。钟龙同学，在这里，名为可能性的新芽已经被摘除了，但除了这里以外的某个地方，一定有自由的世界。虽然我没能办到，但如果是钟龙同学你的话，一定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前进。用这个，按照你的意志创造世界吧。阿玛拉神殿，快去阿玛拉神殿，这个一定可以为你开拓通往加具土的道路。通往为了创世的最后的地方，只要你愿意，应该就可以创造你所期望的自由的世界。获得了八旬神离，从某处传来的声音。哦，通往无声边的道路终于拓展开来了。如所持有的八旬神力，对强者而言将会成为迈向创世的垫脚石，对弱者而言将会成为坠落而死的楼台。命运的至圣所就在其中，要是如一有所觉悟，那就踏入该地吧。哎呀，恶魔居然造了前往加具土的路吗？就算是老婆婆，我也对此事感到有些惊讶，小少爷。加具土将延伸出来的塔撞上方尖碑，并让其相连，想必期望创世的人会层出不穷，接二连三的
前来此地吧。你成功存活到现在，那过程着实令小少爷享受了一番，这一点确实值得赞许。不过关键的最后一幕现在才正要上演，别掉以轻心，要谨慎行事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究竟会不会有由恶魔成为创世主的结局呢，小少爷？小孩和老婆婆消失了。欲登上无塔之人啊，欲进入光芒之人啊，展现你的内心吧。哦，我无法看透你的内心。汝乃何人？乃可遵从吾之意志者吗？若无所畏惧，手持三颗魂珠来至吾面前。汝为凌驾所有真理之人，就让汝来到吾的居所吧。哦，你竟然能抵达此地，为何你会被选中？为创造新世界，吾因此而诞生。为创造新世界，持有真理者会前来至此。然而，那些意志已全被断绝，通往新世界之光已被遮蔽，透过一只恶魔的手。或许你渴望创世，但不论恶魔如何追求，其被诅咒污染的双手终究无法掌握真理。不论你知不知情，但你为了创造世界而大闹、掠夺、熄灭其他创世之光，你身上充满着力量，内心却无比空虚。最终，你毋庸置疑的完全成为了毁灭之灵。吾已无停留于此世界的意义。吾必须消失，等待下次机会的来临。但吾会留下憎恨，憎恨将世界引至死亡的你。钟龙啊，消失吧，并且受到诅咒吧。渴望力量的毁灭之灵啊，恶魔啊。代替世界诞生的恶魔吗？从没见过这么棒的恶魔呢。虽然家具图诅咒了你，但我会祝福你。你的上方已经没有光芒了，不过你也不需要那种东西吧，因为你可以将黑暗化为力量来活下去。那么该跟你说声再见了，我必须要离开了，但我不会忘记你哦。因为我想我们迟早还会再见面的。好了，你走吧。虽然没有顺利创世，但你期望的混沌留了下来。没错，这世界留下了恶魔们的千年王国。就这样全破了，没有选择任何一个真理。
走自己的路，结果就变成了渴望力量的恶魔，有点莫名其妙。好吧，三代基本上算是全破了，再走其他的路线，我想也就是走他们的真理，有他们的结局，但是应该，也还好吧，没有什么兴趣再重玩那么多遍。还有卡不卡？中文不知道是谁翻译的，注意一下看看名字。不知道会不会写就是。有，来 ,Sega, 居然是 Sega 翻译的。黄马丁，新加坡 Codewin 台湾做 QA 的吧，无比旺。
结束了。没有了太阳嘛，所以剩下了一片混沌，可是还是有光线呢，并不是一片黑暗。好，那么我想，什么二周目？现在台湾人翻译就这样直接用日文了，连第一轮、第二轮都不会用啊，真的是蛮夸张的，直接用二周目，真的是，好吧，反正全破了。那么接下来再看看要玩什么游戏吧，谢谢大家欣赏。